嘿、hey, ，大家好，我是熊浩，大家近来如何呢？这个天气也实在是十分炎热啊，我也是热到一个，有点热，对，很热。好了，那这场比赛呢，大家可以看到是 Alice 啊，那这场也是一个 A2 的啊，干，每次讲到 A2 觉得好难过，自从 A1 掉下来之后就回不去了，就像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去了。好了。这场比赛是用爱丽丝啊。那如果你是一个我的忠实观众，我已经这影片应该已经是250了，快250部了，从来完完全全没有爱丽丝的影片。所以呢，今天这部爱丽丝影片是怎么样？是一个首映会啊，各位，人生有多多少少的这个机会可以参加这个首映啊，好不好？今天呢，绝对又是各位的 lucky day 啦。好，那我这爱丽丝呢，其实也是。买了之后去打了匹配两场啊，那觉得稍微磨练一下，好像应该是可以的啊，就直接拿来打排位啦。我去，我也是心脏很大颗哦。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爱丽丝还是铜牌啊。那不过其实对你多少对了这么多次爱丽丝，也大概知道爱丽丝大概是一个什么角色啦。那相信爱丽丝也是一个很元老级的角色哦。那他的这些技能解说呢，我也不用再多做解释了，好不好？相信大家都已经记得了。那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装备呢，很多人会选择带这个守卫军之盾，不是骑士之盾，红盾嘛，那可以减掉 20% 的 CD。 那爱丽丝呢，这个角色很多人在前期就会让他 CD 先来到了这个减掉 40%、那我的奥义呢也是有减 CD 啊，不过我个人觉得呢，毕竟爱丽丝还是一个算是比较后排的角色，那在团战当中他也不见他也不会跑去前排跟你那个硬汉硬碰硬啊。那这边呢，直接先丢个一记，抓住了对方的塔拉，是成功的收尸收干净了。那大家可以看我带的是法冰袍啊。那因为其实冰袍呢，就是使用技能之后下一下普攻可以造成范围性的缓速、那我个人认为艾斯二技可以帮助队友逃脱，那为什么不使用二技之后回头补一个普攻，那造成范围性的缓速更能够增加队友逃脱的机会、那这边的话大家看到，因为纳克呢，对方纳克是已经去下路了，那他在下路那边呢，去守塔，所以呢在魔王战这边的话，我们是绝对要赶快吃掉的、那也是一个绝对是可以吃的时机啊。那这边我们偷偷摸摸静悄悄的来到中路这边，稍微清一下兵线。那在古龙那边他们应该也是拿掉了，不过呢这边的话我们是全员上四等啊、基本上如果现在要开团战的话是绝对是一个良好的时机哦。那在于吃完魔龙的下一个时间点呢，大部分对方的这个角色都一定还没来到四，可能只会有中路甚至凯撒路打野，那一定会有另外两只是还绝对不会上四等的、那所以呢在于这个下一波团战呢，吃完魔龙马上我们赶快再去制造一波团战，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让你的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雪人兄弟好不好？那在上路那边我们的朋友遇到这个困难了，那我们尽量走路的时候尽量靠草丛，那扣个集合啊，这个金娜啊，这个闪现金娜实在是让我有点惊吓啊，不过他还是杀人啊。那这边的话靠对方两只一个一记晕眩之后呢，再加上沉默，那这边加速我们的队友来击杀他们哦，那我身上是有治愈的，那我们的打野血线也是蛮高的，这边先稍微的定住对方的歌德，那对方的甲虫越举楼你太出来了，那我们的雾马哥哥撑住，我要给你个治愈，哇，来不及啦，一个一记是成功的环道之后，catch 截到了这个人头啊。那对于对方有这个歌德来讲，那我们的这个大招呢就是尽量要留给对方的歌德会比较好一点哦，因为对方如果歌德真的抓到的话，那波伤害打下来是非常非常恐怖啊。那爱丽丝呢在于她的大招来到三等的时候呢，是可以减掉100%的魔防哦，
所以我个人是建议艾斯尽量不要去走松路，因为呢，艾斯配合你们的法师，甚至是只如果你们法师是打野，再加上艾斯，哇，这个三法，这个先姑且不论艾丽丝的这个魔法攻击，光另外两只啊，直接就是在那个圈圈，敌人绝对是逃也逃不掉，想要活，想要求饶，你完全不行啊，好不好？那这边的话，这条魔龙，就是一个免费的啊，免费的这个魔龙啊。哦，我刚前面讲错，对方打野是甲虫，不是纳克罗斯，没办法，口误已经是我的这个本分了。那这边的话，抗一波团战大招就是直接给他 quick， 赶快用治愈拉起我们打野的血线。那这边的话呢，成功的再带掉对方三只角色。那艾丽丝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艾丝本身是没有任何的恢复血量的能力嘛，但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血量还是非常饱满，这就是一个为什么艾丽丝常拿 MVP 的原因，是因为他呢使用技能之后也断加速嘛，那他二技也可以加速逃跑，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他逃跑绝对也是第一名的啊。那而且他的一技，你一技只要控制的准，其实很容易也可以让你成功的逃脱。那助攻啊，有时候捡捡人头啊，对，都是艾丽丝的啊。那你说，这个 MVP 不给他拿，难道给好了，给打野也是可以啊。好了，每个人都是 MVP 好不好？只要大家团队合作 ，teamwork 做得好，大家都是 MVP。好了，那在这边下路那边，他们去争夺这个古龙楼。那我稍微看一下对方左上这野区是有点危险啊。那在中路这边的话，人有点多，我先稍微拉一下。那金娜这边的话，直接果断的开进去了。那这金娜有点危险，稍微救一下他好了，那先放个大招缓一缓他们。那这边的话，等待我们队友人从四面八方过来支援呢，看一下他们能不能再打一波啊！这个哥的啊，可惜没抓到啊！不过没关系，好不好？那我们这边稍微的迂回一下。那爱丽丝呢，主要呢就是我觉得她的配装跟奥义部分，就是尽量让她的 CD 的减免的速度比较快一点哦。那这边的话，遇到了塔拉之后就马上先拉开啊。那爱丽丝真的是需要一个队友的一个角色哦。爱是很难去做一个单杀，除非对方血量真的很惨，所以呢尽量没事好不好，没事我们就去找队友，那跟着队友，最好是跟着输出型的队友，能够顺杀型那种队友是更好啊。那这样的话是为了什么？为了赚助攻啊，各位咳咳。好啦，那这边话呢，这助攻没拿到，好啦，算没关系，我们去别的地方。他看到对方的中路已经下来了，那我就直接先拉掉，因为魔龙已经出了。那因为我们刚打野在下半部露头，所以其实我那当下是蛮担心的，因为魔龙已经出了，但是看到对方的这个甲虫，他也在对方他们的自己的野区那边露头，所以就表示魔龙是安全的，那就是无后顾之忧，我们就过来慢慢的享用。那这边的话呢，看到中路的这个法师蠢蠢欲动啊，那我是怕一个波动全把我带走，所以我就先躲在这个魔龙的这个框框的外面。那对于射手位来讲，我觉得在魔龙的框框的外面吃才是比较安全的一件事啊，不过有可能对方会从你的另一边绕过来，那所以呢，我怎么样，这只奇尔直接就把他带走了。他完完全全就是好像在想事情，想说啊，这个打完这场比赛我等一下呢，要换什么奥义啊，我要吃什么啊，珍珠奶茶是要去冰半糖还是半糖去冰啊。那这边看到对方的这个甲虫呢是稍微有点军心涣散哦，有点崩溃了，好像有点想要放弃比赛，不过其实也才还好，我们并没有说推得很凶，现在才掉一塔，那人头比数也来到只有领先八颗而已，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必要到投降啊。那这边冰炮已经出了，所以呢我现在的黏人的帮助队友逃脱或是帮助队友追击对手都比较有这个良好的这个效果。那如果你是一个这个大逆风的话呢，我个人是见解是，那就干脆你就出，大家可以看我这里就是用冰炮一直拉开啊。那虽然他们一直持续的攻击我，然后一个治愈先拉起自己的血线，那在脚边呢放了一个这个晕技之后呢，再用二技先加速逃脱啊。哇，对方这边有三只啊，吓得我一个大惊，从早到晚失色啊。好的，那这边的话看到左上半部是有三只的，我们赶快的看看跟着这个金娜，我们用这个毫无攻击力的这个普攻啊，直接把塔给点掉了。那再回到队友的身边，那这边的话，哥的啊，我们的这的打野是没跳到啊。不过我们这边只有大概三只啊，那对方还是比较靠近他们野区啊，所以就算了，还不如来这里清清兵线。那其实爱丽丝，我个人觉得爱丽丝跟金娜这两只角色的搭配是蛮强势的。怎么说呢？
大家知道金娜的范围就是大概就这么大嘛，那爱丽丝的大招范围也是蛮大的、哦、那只要爱丽丝开启大招之后，那金娜直接一个进场，看你是要免疫还是直接待在那边，还是进去之后随便对，金娜在开大招的时候是可以使用普攻以及技能，然后大家记得啊，那如果不记得的话这里就要直接死去了啊，想必你们是没记得啊，所以害我死了。我看到有些金娜开大招之后就是停在那边不动，但是其实金娜使用技能之后，金娜被动就是第四下技能或是第四下普攻可以造成额外的穿透魔法伤害，那所以大家尽量在金娜使用大招的时候可以多多使用这技能。那为什么说金娜跟爱丽丝很配呢？因为金娜的大招是一个持续性，那如果你有带法杖的话也可以有粘人的效果，那搭配爱丽丝减魔直接100%减掉，那金娜进去对方也没办法用任何位移逃脱，那很容易的就能造成团灭、啊、对方是整个团灭啊。那如果没灭怎么办？爱丽丝开个二技帮助金娜直接脱离战场。那我个人是觉得金娜还是带这个免疫比较好啊，在于我这个都这个金娜稍微有点经验的情况下，我个人是推荐带免疫比较好。好，那这边的话显然对方呢并没有说真的就是放弃啊放推什么的啊，那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没错就是这么一个 combo， 不过是没有很明显 combo 到啊，因为对方的这个气势是稍微有点被打压、哦、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没有太大机会去秀到那个 combo 啊。那因为我之前有在网络上看别人这样讲，那其实自己也有遇过金娜搭配爱丽丝，那是觉得真的很强势哦。那不过这个金娜一开始是这个铜牌，我实在是有点吓一跳。但是那铜牌又怎么样？人家说明是小号啊，对吧？人家说明本账号，金娜1500场，对，所以开个小号直接升到 A 牌，想说啊，好久没玩金娜，来玩跟金娜。那这边的话，哥德想走，哎呀，我直接开启大招，让他想逃去哪都没办法、哦。那我们的人是陆陆续续跟上，成功的带掉哥德尔之后呢，我们再来追杀这一只塔。大家可以看到法袍的效益就在这里哦。那爱丽丝完完全全就变成一个很控、很黏的凡人的一个辅助角。那不过有，就是其实还是主要还是要看个人习惯啦，因为毕竟骑士之盾带来的减 CD 20% 呢，还是相当的高啦。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啊，就是真的有些技能呢，不是有些技能，有些装备真的是要看个人习惯。像有些人就不喜欢出权杖，可能觉得他没有加血，那加的魔攻也没很高。但是我个人就喜欢那种黏人的感觉，对吧？像谈恋爱一样，像这个蜜糖一样，黏住你，我黏魔鬼毡，黏黏有余。那这边我是个人是的见解是，我们还是逃跑比较要紧。我觉得这边的话还是先忍一下，我们准备进行下一步进攻。那之前看到对方的拉兹在这个 show time 啊，想要秀我是吧，我就在这里吊你们胃口。因为我看到我们的人是往凯撒路走、啊、所以我必须在这里先稍微的跟他们做一个这个好像有点玩过头了，各位哥等一下就他妈的。那这边的话成功的逃脱了，好不好？我们要去哪边？去豆豆那边。那这边的话居然没把凯撒吃掉啊。那亏我跟金娜这边玩那么久。那靠上路了，有一波这个美味可口鲜嫩的这个兵线啊，是直接过来才把它吃掉。那我个人之前玩的辅助位都是稍微比较有一点攻击性的辅助位哦，就是什么艾里啊、吕布啊那种角色，所以平常吃兵啊，或者吃对方野怪啊，那这吃兵线啊，速度也是不会说太慢。但是使用爱丽丝之后，发现真的要完完全全跟着队友才有钱赚啊，自己完全很难赚钱啊，完全很难清兵就是啊。好，那这边的话我们看到对方的甲虫在上边啊，这边的话我大招是有点丢偏啦，那但是还好我的队友都在我周围，而且我身上有这个法袍，所以可以黏住他们。那这边哥德尔先率先的倒下之后呢，我们直接进场咯。那大招还有这个3秒，那我现在已经天不怕地不怕了，因为大招只要开下去该怕的人就是对面啊。那这边一个大招缓住了他们，是成功的让他们守不住这座塔，好不好？守不住就是守不住啊。那当然在 Benpick 角度来讲，当大象被拿掉的时候，最好的辅助位我觉得就是爱丽丝啊。那因为我干，我实在是真 sorry 我实在是没办法抢到这个大象啊，所以势必得练一下其他的辅助角了。好啊，今天这场比赛呢就到此结束咯，谢谢大家， Goodbye。